这些狗都是你养的吗？是啊。哦，大爷，那您这些小狗能卖给我吗？如果你需要它，就可以带走。
放下我！看来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。你要干什么？小宝贝儿。干什么？爱死你了！你能跟我回家吗？我不认识你。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从田野上带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他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呀？这就是你的新家喽！妈在哪？这是哪儿啊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别乱跑！宝贝儿，别乱跑！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妈妈呢？我要妈妈！妈妈你在哪儿啊？宝贝儿，来。什么？妈妈会不会在里面呀？我得想办法进去看看。宝贝儿，来呀，宝贝儿，宝贝儿。妈妈，我害怕。宝贝儿，我要回家。不要跑！哎，真可以钻进去。宝贝儿，你往那儿钻什么呀？哎，来来来，快出来啊！来了。哎呀，宝贝儿，哎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，哎，在哪儿呢？不，我不出来，我要找妈妈。宝贝儿，臭小子，宝贝儿，想见妈妈啊？好，你等着，等着我。宝贝儿，妈妈来啦！妈妈来了，快出来啊！哎，宝贝儿，别害怕啊，我是你亲爸爸。嗯，亲爸爸，我不是你的妈妈。来，哇哇，我已经把名字给你取好了。嗯，你的新名字叫阿宝。嗯，阿宝，阿宝，阿宝。喜欢不喜欢呢？啊！我虽然离开了妈妈，但有了属于我自己的家，一个疼爱我的爸爸。我慢慢地接受着这里的一切，开始了我的新生活。该起床了。阿宝，起床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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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哎呀，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啊？嗯，你该下楼跑步了。你天天怎么那么准时啊？快起床吧，快点，快起床吧。爸爸怎么听不懂我的话？哎呦！你这个坏小子！哎，你为什么这么早叫我？我这还没有睡醒呢，我工作的很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这个臭小子，臭小子，臭小子！哎呦，我的图纸！走了，阿宝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再往下楼，哎，带你溜一圈。哎，该送你去学校了。阿宝，你要接受正规训练了啊！不能再这么傻玩下去了，知不知道？听见没有？嗯，听见没有？快点了，别磨蹭了！我不等你了，我自己先准备好。
阿宝，别着急啊！行，我自己开门。哎，我烧完羊带你出去啊！阿宝，你开门，开门，开门啊！停，阿宝，你开门啊！阿宝，我来了啊！哎，哎，阿宝，哎，你把我的衣服弄到哪儿去了？开门，开门！哎，来，来了，来了！哎，阿宝，你会开门了，帮帮我！这个咋怎么又碰上你们了？这狗这么咬人，干嘛害怕我呢？老规矩，你先请，我们下来等一会儿。每次遇到这个人都让他先走。可拉住了啊，别咬着我。啊，你放心，阿宝不咬人的，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。你不用害怕的。他干嘛老那么紧张？哎呦，嫂子！这谁踢的？小 K 又是你！你要生气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真是太淘气了！哎，走了。宁宁，何叔叔早，早上好，阿宝，哎，好，妹妹，今天天气多好啊，快走，再见啊，何叔叔再见，再见。来，跳跳跳，哎，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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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来，再来，阿宝，哎，好，来，再来一下啊，好，噔噔噔噔噔，嗯，好。哟，阿宝，早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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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快点！小妹妹，小妹妹，讨厌，别碰我！姐姐啊，是在找你！我给你说出来了。哎，好，再来。好，来阿宝，哎，跳起来，好，嘿，来呀、啊，过来，来阿宝，我，来阿宝，注意啊，准备啊，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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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过。哎呀，你这个威力，怎么又乱拉屎？我实在憋不住了。今天是我值日，到指定的地方拉去。这个威力，真是吃得多，拉得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就拉完了。阿宝，注意力集中，过，来呀、啊！我得说说那个威尼。拉呀拉，好舒服啊，好舒服！拉呀拉，拉呀拉，好舒服！阿宝，精神要集中啊！来，准备，来，过，过呀，过！好。好，快吃啊！哎，糖果，大早上就吃冰激凌啊？两个贪吃的家伙，威尼刚拉完又吃呢。哎呀，我们不是减肥吗？减肥？这是高热量还能减肥啊？奶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一大早起来吃个冰激凌，先把胃冻住。威尼，以后你要听值日生的话，听到吗？是吗？然后啊，就什么都吃不下了。这是我最近发明的冷冻减肥法。这种方法能管用？我才不信呢！你贪吃吧。闺女，我看啊，你还是跟我一起跑步才能减肥。减不减肥都没关系，我必须和主人保持一致。你吃吧。不要再吃这个东西了。阿宝，你看你胖成什么样子了？
阿宝，走吧，来，走吧，快，阿宝。可我怎么跑也捡不成你那个样子。我们是捡不下去了，还是陪着老唐一起吃吧。你看看这些，再看看我们家闹闹，小区里有谁家的狗狗比得上我们家闹闹啊？哎，美美来了，你别想，美美属于我的。姐姐，两个讨厌的家伙又来了。等等我，美美。你知道我们家闹闹有多少女朋友吗？对，我还不知道你们家狗。妹妹，我来了。我的闹闹是最棒的。狗呢？啊，妹妹，我想死你了。妹妹，别理他。去哪儿了？啊，闹闹。嘿，小子，识相点啊，别再动妹妹的主意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凭什么呀？妹妹根本就不爱理你，你还自我感觉良好。姐姐，他们又不让我走了。妹妹，他们在为你而战，你们走开，你们走开，谁赢就是谁的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以后给我离妹妹远点。哎，闹闹闹闹，不教训你一点不知道我的利用。闹闹，哎，你妹妹是我的了，是我的。我把你打起来了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打了。哎呦，闹闹，再闹，哎呦，闹闹没事儿吧？啊，宝贝儿没伤着吧？我说你们家狗怎么回事儿？是你家闹闹先惹我们的。阿宝，嗨，宝哥你好。你好，走啊。行了行了，吵什么呀？闹闹和崽崽一见到我们家美美就吵个没完，就跟你们俩一样，一见面就爱抬杠。抬杠，这又不怪我们，总是自不量力和我们家闹闹争女朋友，真是的。闹闹能不急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们家闹闹获了几次奖就了不起了，对于美美来说，强者为胜。对，获奖了，嘿嘿嘿，获奖了，他就是明星啊！哎，娜娜，你给评评理，人有追星族，这狗也有追星族啊，对不对？二位就在这儿继续你们的吧，美美，咱们先走了。走啊，美美。真不懂，闹闹和崽崽怎么会为他打架？阿宝，我都快烦死了。我真是没有办法，闹闹和崽崽总是缠着我，讨厌死了。有人喜欢你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那也得是我喜欢的才行啊，他们两个太粗鲁了，一点都不绅士。比如像你阿宝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。阿宝，对不起，妹妹，我得先走了。你怎么总是对我不温不火的？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姐姐，他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宝贝儿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别看我胖，我在小区是最有人缘的。真好啊！西西，小龙女，西西，小龙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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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了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喜欢你，小龙，小龙女，小龙女，我好喜欢你演的小龙女，西西，我也崇拜你，所有的人都喜欢我的主人。来，好，签一个，好，我只有签字笔，签，大家别着急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的胖威尼、啊！好好好好，一个一个来签，给我签，大家别急呀，先别给我签，都别急，你就在我衣服上签吧。要写衣服上吗？啊，没关系的。啊，好。他们喊什么呢？都不让我们睡觉。大白天又在这睡觉。西西，你养的这只小狗真是太可爱了。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 Candy， 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怎么样，可爱吗？西西啊，听说你要去日本学习啦？对呀、啊。那你去日本会带着它吗？不能带。我期盼在电视里看到你更多的戏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好，我会加倍努力的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你们看，那个胖子又在那睡觉呢。
厉害呀，真不害臊。站定，你看什么呢？嗯？快看那儿，快看，看点，那个懒虫在睡觉呢，去告诉他天亮了，快去啊！我得从边上绕过去。他们为什么都看着我？哎，坎迪，你要干什么？快快快！我是来吓你！吓我！小风啊！怎么了？啊啊！喂，你过去，起来起来。坎迪，你真棒。阿宝，走了，上学去了。走了，快。阿宝，上车，上，上啊。你又躺在花园里睡觉，一点都不注意个人形象。我又不像你是个大明星，还有那么多粉丝追着你签字，我就我自己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哎，要不你向导演推荐推荐我。推荐你啊？推荐你什么？不过要是拍睡觉的戏啊，估计你比谁都入戏快。我不光会睡觉，我要是演那个匪兵甲匪兵乙的肯定没问题。我看你演匪兵甲匪兵乙的准没问题吧。来，哎，我肥怎么了？啊，行了行了，不和你贫了，我们要锻炼去了。哎，再见啊！拜拜。哎，别走啊，再聊会儿。维尼，谁让你长那么肥的，连个匪兵甲、匪兵乙都演不了的啊？行了，气死我了你！维尼，维尼，回来，维尼，维尼！维尼，维尼！哎，行，这边听话啊！哎，行，好了，阿宝，学校到了。上！啊！快点！爸爸说了，从这里毕业就是大学生了。等一下，行，过来，等一下，坐，上，哎，五方。德伟，你好，我把阿宝给你带来了。太好了啊，这么多狗狗训练啊。啊，这是新入校的一批狗狗。好。喂。啊，她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漂亮的狗妹妹，我立刻就被她吸引住了。我的心告诉我，我的梦中情人出现了。小倩，看，那是谁啊？新来的吧？你看那么多老师，你要自己选啊，你要选好啊。阿宝，我想跟他玩玩。我们听话，就你爱表现，进去自己选老师吧。他好帅呀！这么多老师啊！你是我的老师，不许他选你。你看，看他还挺认真的，还挑呢。不是吗？我们来比试比试。这个阿宝。他很酷啊。我看就选他吧，我觉得他很漂亮，我很喜欢他。来，太好玩了。哇，好棒的阿宝，你真棒，你还有这本事。我太会挑了，挑了我们这儿最好的训犬师。哎，阿宝，想不到你真厉害啊，真棒啊你。真乖。看看是不是选中吴芳老师了？
口，是不是啊？我喜欢他。哦，真棒！哎，五芳，看来啊，他也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主儿。哎，阿宝，是不是有了女老师就不要爸爸了？啊？是不是？那是阿宝和我的同学，是不是阿宝？啊？阿宝，爸爸可要走了啊！看样子爸爸吃醋了。行，你不理我啊？我喜欢爸爸吃醋的样子。我可真走了。看来我得去安慰安慰爸爸。阿宝，真不理你了啊！爸爸！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阿宝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阿宝，哎，爸爸没有生气啊，你在这好好学，毕业了我来接你啊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活。老师对我很好，主要是因为我很聪明，也很用功，大家都很羡慕我。我很快就得到了佳佳的芳心，我的初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很爱他，他也爱我，我们一起训练，一起玩耍，这是我最快乐的日子。五芳，你好，你好，佳佳乖不乖啊？他很乖。妈妈，佳佳，佳佳，来啊，来啊，佳佳，妈妈，来啊，到妈妈这儿来啊，真乖。哦，妈妈好想你啊，完了，乖啊，这下见不到佳佳了，佳佳，乖不乖？乖不乖？想不想我啊？佳佳。佳佳，你不要走，我要留住佳佳。我们走吧。啊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会非常想念你的。太好了，佳佳，来，真棒。好，佳佳，再来一个。哎呦，好样的，好乖啊。来，再来，来，佳佳，太棒了！哇，这跳得真高啊！好样的，佳佳，真不错，太厉害了！来，维尼，咱们去认识认识他怎么样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，佳佳，妈妈好喜欢你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你的狗真漂亮！你怎么这么胖？你不觉得这样挺可爱吗？那你这么胖，怎么跳起来呀？我和主人不玩这个。你也住在康城小区啊？是啊，你的狗好漂亮啊。哎，佳佳，哎，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啊，我刚刚搬来的。哦，哎，看来我们的审美观点还是非常一致的，对吧？哎，你看，我们选择了同一个小区，以后大家就是邻居啊，要多多来往。有机会的话，再见吧。哎，佳佳，跟妈妈回家，来。佳佳。今天来了什么贵宾？让我们装备这么走心。爸爸和糖果叔叔来了，我得好好表现。在那时候就开始了。哎，表演，等着看我的吧。阿宝这么快就毕业了？阿宝，爸爸在这儿呢。阿宝，上！好样的，阿宝，好！我才是最棒的，你比得了阿宝？阿宝，加油啊！阿宝，跳！哼，看来爸爸对我的成绩很满意。阿宝，哎，这过来了。阿宝，过来，过来。哦。
想到阿宝能被训得这么好。闺女，你要能被训成阿宝那样就好了。闭嘴，懒家伙！倒倒倒，还真又睡下了。加油！小甘迪，你盯着我干什么？你的主人要去日本了。我会等他的。别等了，跟我一起睡觉吧。哎，维尼，维尼，回来，回来！喂，想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吃吧。爸爸，我真的很想家家。来，吃个这个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。你不知道家家现在怎么样了。你怎么从学校回来就变呆了？爸爸，你真不懂我的心。你满脑子都想什么呢？来来来来，休息了，来喝点水。哎，阿宝，阿宝，好，来，阿宝。过来，听说你送阿宝上学去了。哎，上来啊，上来跑步啊。昨天才接他回来，这不就来健身了吗？阿宝自从学校回来以后啊，情绪一直不稳定，还老做梦。他跟我说他是恋爱了。谈恋爱了？嘿，